来玩这款游戏《幸存者日记》。从 Google Play 这边可以看得到，玩家都在反映啊，这款游戏是抄袭《吸血鬼幸存者》啊 Steam 上面的啦。那具体的话要看各位如何去判断了，因为我本身没玩过，来这边给各位分享这个情报吧。好了，那我们直接进来了。哇，我能确定的是我是真的没玩过了。刚刚是看广告有多武器吗？不应该吃斧头啊！我怎么吃？魔法杖。放弃吧，玩法大致上这样，还算是有意思的。经典游戏吧，好像在 Steam 上面是要花钱的，是不是？哦，这边是氪金的。好了，如果正式抄袭的话，不建议花钱了。大概影片看一看，给各位知道这款游戏的前世今生。哇，语言那么多哎，图鉴，各式各样的。强化要看广告才行呢。元素师，目前我只有这种嘛。技能复制神器，好了，接下来又是这个样子了。右上方这边哦，好了。这只是 boss 是不是？好了，差不多就玩到这里好了。毕竟，看完网友玩家们这些反应下来，应该是抄得很像了。
本身对我来说嘛，这款游戏不怎么样，应该是这样讲了。哎，这种类型的，基本上我小时候已经玩到太多了。我小时候就玩那个红白机的，这种类型的最大堆啦，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好了。发这个影片嘛，就给各位就知道一下啊，这款游戏基本上是抄袭 Steam 上面的游戏，叫做《吸血鬼幸存者》。好了，不建议花钱了，片就到这边吧，大家拜拜。